左脚背，偏后，偏内，跳痛，跳痛，自从有人发现有个地方，眼睛看不见，但那个有受阻力影响啊，活动的受阻力影响以后，感觉这个特别奇特，特别奇特啊！现在又有人去攀爬了，又有人去攀爬了，爬到那个大吊山的脚背上啊。爬到大吊山脚背上，大吊山脚背上哦，而且在那边蹬啊跳啊，蹬啊跳啊，蹬啊跳啊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一样，同其他地方啊。但因为眼睛看不见，这东西呢，所以他们也想象不出来。我们知道那个叫，盲人摸象了，现在就是盲人摸象啊，盲人摸象，但是这个象更大一点啊。盲人摸了个大雕像啊，盲人摸大雕像，所以呢，他们想感知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正在有人正在往上爬，又有人正在那个上面跳啊、哦，他们已经爬到脚背上了，爬到脚背上了啊，从这个角度，从这个里面看得出来，也就是已经存在在那边啊，已经存在在那边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